12只狗，4只猫，烧得非常惨，非常惨的焦了。长姐，这个秘密应该是熏死的，不是烧死的，应该是熏呛死了。第一次救那些狗出来，第二次又救了，一共救了7只狗嘛，都瞎眼的，老弱病残的，就是这样烧伤烧伤的。房子只能锁上，千万别挂锁，真是出事不也有收养的，也有他们送来的，也有被遗弃的，也有从沙谷那买回来的。所以说你们进去的时候，这个电断了吗？不知道，断了吗？断了，都断了。今天换线。不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我常年烧的是煤炭的炉子，是铁的。烟囱也是铁的，并且我走的时候，我这炉子上坐着一个大锅，这个大锅都没烧开，怎么能引起火呢？我炉子最近的地方没火，它扔进去以后，这个烟把粘在这个蛇皮袋上。这第三次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，怀疑纵火烟嫌疑，烟把都扔到我院子里被子上了，你觉得它扔进去不想叫它烧吗？公安、消防、刑警都介入了，直接到昨天晚上11点，公安还在这里。